好開心見到大家都嚟到我哋當中。咁我哋研究係繼續進行呢個輕鬆得勝嘅第四堂。咁我哋已經咧係翻轉啊，張先啊 ，OK， 已經咧我講咗三次噶啦，有總共係會有十個主題，但係咧就唔係十堂，因為點解咧？佢其中有一部分咧係會需要多啲時間嘅。咁有三個部分，輕鬆得勝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活在神嘅愛同計劃，第二咧處理生命，第三咧係發揮生命。咁而呢度咧今次咧係講到點樣處理生命嘅。咁首先呢個活在神嘅愛同計劃之中，我一齊讀一讀嗰三個要點，好唔好？第一個要點，天天靠得神嘅慈愛。第二，深信所有的福氣都來自神。第三，深信神為自己有奇妙的計劃。这个是力量的来源，即是深信神很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时时享受神的爱，而我们跟从神，神就将所有福气都给我们。而第三就是深信神在我们生命有计划，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你跟隔壁的说，神在你生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你跟他说，非常奇妙的计划，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是神真的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哋行喺神嘅旨意之中啦，遵从神、亲近神咧，呢、这个计划行出嚟系非常之美好嘅。我哋唔需要担心呢个计划嘅。有好多人咧就担心神嘅部分喎。其实神嘅部分我哋唔需要担心。我用一个比喻讲，如果你同一个世界冠军打乒乓嘅打双打，即系你同佢同一队嘅，佢系世界冠军嚟嘅，你会唔会同嗰个人讲你话喂，你应该开波掂唔掂噶你？你一擋波會唔會得唔得啊？你如果佢係世界冠軍，你需唔需要咁同佢講？你唔需要。咁佢一定打到，個問題自己打唔打到啫，係咪？咁我哋同神一樣嘅，神一定做到佢個部分，我哋唔使擔心佢做唔做，我哋只係我哋自己做好我哋自己就得啦。咁我哋同神嘅關係都係一樣，神有計劃，只要我哋親近神、遵從神咧，神就自然將呢個計劃實行出嚟嘅。呢、这個計劃邊一個會攔咗呢個計劃咧？就是我們自己，即是我們的罪性情，我們的懶惰軟弱就會攔阻這件事。好了，然後跟著呢，下面就是願部分，處理生命中一切問題。第一點呢，第一個處理是什麼呢？就是第四個處理人和環境。一起讀，深信沒有人或環境能破壞神完美的計劃，我們可以學習怎樣不被人和環境影響。我們很多時候開心咧都係來自人嘅喎，好多開心嘅地方咧，當然我哋基督徒最主要係來自神啦，但係亦都有好多開心嘅地方咧係來自人嘅，人令到我哋開心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唔開心係來自人嘅喎，我哋家人我哋會好開心，但係家人相處都有好多嘅問題。翻工我哋有開心嘅地方，亦都有唔開心嘅地方。喺教會啦，應該係開心嘅。但亦都有好多時咧有唔開心嘅時刻，咁呢個係因為人嘅罪性啊，所以就會有好多嘅問題。所以呢一樣如果學到處理咧，我哋就好多問題咧就會比較容易處理嘅。咁其實我都講過，曾經講過分享過，就係話輕鬆得勝嘅開始係我自己嘅經歷係乜嘢？就係、是、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我有一次同一個人分享喺電話中分享我呢個經歷，但係呢個人咧就好唔接受，佢唔接受並且佢好憤怒啊！好憤怒咁回應，咁我就嘗試同佢解釋，但係佢都依然係好唔中意，咁咧就即係結果係即係唔能夠化解到佢嘅怒氣嘅收線嘅時候，跟住我再祈禱咧，我發覺就好難通啦，因為之前我祈親禱咧，我都一呼求神，即刻神嘅喜樂臨到，但係當時呢件事發生之後，我發覺即刻祈禱唔通，我就好唔想咁樣，於是我就即刻打翻電話俾佢，我就向佢道歉，我話如果我講上令你唔開心咧。請你原諒，其實我沒有做錯事的，不過如果令他不開心請他原諒，然後他都是不接受，收線的時候他不接受，但我心裡面就說我已經處理了，我已經跟他道歉了，他不接受是他的問題，我就放手，放手之後呢，我又再一次可以輕鬆，又可以再一次充滿神的喜樂和神的平安，我就由這個經歷就發現，原來我們沒有處理人的問題就會有很多問題，但如果我們處理了就能夠有什麼事發生也好都能夠面對人的不好的地方而能夠去處理而放手。我想說呢，你不要以為我做牧師當然很多人都尊重你，其實呢我是經歷過很多人的
講説話嘅傷害啊、攻擊啊，係經歷過好多嘅。牧師唔係代表我哋咧免受啲攻擊，其實牧師咧通常受嘅壓力可能都好大嘅，即係我自己都受過好多呢啲嘅經歷。咁喺呢個經歷嘅時候，我係決意我唔好俾啲影響，我就真係去處理。而喺個過程中，我發覺我真係一路祝福佢，又唔俾佢影響，佢講咩説話我唔俾佢影響啦，真係可以得勝。我係試過好多次嘅，我唔係空口講白話嘅。咁我依家講完咧，大家可以講出一啲你問我啲例子，如果喺你嘅經歷中有啲嘅例子，你想講出嚟嘅時候咧，我都可以做一啲回應嘅。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咧都一路諗下你嘅情況，或者你遇到嘅人嘅情況嚇。嗱，我哋一齊讀詩篇二十七篇第一節。耶和華是我的良方，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嗱，我哋睇呢個圖咧，就係一個人咧由 BB 仔一路至到最老嘅時候。咁我哋睇到人，好似有時見到有啲人真係好叻，但係無論佢幾叻，佢都有一日佢會老，佢一樣會有身體嘅毛病，一樣會有重擔。任何一個人都有問題，都有煩惱嘅。即係每一個人係完全咩問題、咩煩惱都冇曬嘅。咁其實人又算乜嘢呢？人只要佢嘅温度、體温高一度，佢就已經唔掂㗎啦。如果佢長期高一度咧，已經係一種病嚟嘅。或者佢嘅體温降一度又係病嚟嘅。佢身體裏面有啲咁多稍微不平衡啊，嗰啲礦物質稍微高啲、低啲又唔掂嘅。你驗個身，你發覺咧嗰啲指數咧高啲又唔得，低啲又唔得。即係人根本係好脆弱，雖然人可以話好，有時做到好多嘢，但係佢一下哇，激起個頭，砰一聲爆佢咁又可以嘅。咁所以人算乜嘢呢？又話係我亮光，係我拯救，佢真係佢係全能嘅神，掌管天地萬物嘅神。既然我哋有神嘅時候，人能夠把握怎麼樣咧？我還怕誰咧？又話係我聖靈嘅拯救，我仲需要怕邊個咧？即係話我哋唔需要怕任何人，因為神係掌管嘅。所以任何人講傷害嘅説話，我哋都唔需要懼怕嘅。創世記五十章第二十節，我一齊讀啊！呢個係約瑟對佢嘅哥講嘅説話。從前你嗰啲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咁呢個經文咧，其實好好嘅，大家可以翻去睇創世記四十九章、五十章。咁呢度咧就講到。約瑟咧俾佢呢個哥出賣，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你俾你屋企人出賣，將你賣咗去非洲，你會點樣感覺呢？我相信你係會真係好自然地，第一受傷害，第二好憤怒，向佢憤怒，第二咧，第三可能向神憤怒，神你有冇搞錯？點解你會俾我出賣咗去非洲呢？即係我哋人實際上係好難好難以相信呢樣嘢，好難接受呢樣嘢。但約瑟係好奇妙嘅，真係一個非常之奇妙嘅人。佢同神係真係有個好親密關係，所以佢喺早啲嘅時候已經見到異夢啊，見到將來嘅情景。當佢被出賣嘅時候，按照人嚟講咧，佢係應該佢會埋怨，應該會冇曬力量，即係神啊，你都唔幫我，我唔親人嚟啦。即係照正常嚟講，人係會咁樣做，但約瑟並冇咁做，佢。即時咧，佢就又話與佢同在，就叫佢百事順利。咁又話與佢同在，即係話佢真係親近神啊。因為如果佢埋怨神，佢唔親近神，神唔會同佢一齊嘅。佢係真係親近神，神就同佢一齊，就改變佢。並且去到埃及，佢唔識埃及話噶嘛，唔識埃及話，佢居然能夠神祝福佢，以致佢學到埃及話，即係好聰明喎。因為佢唔係有書教嘅，你諗下，你去到你唔通人教你？我哋埃及啲字母係咁啊，你跟我讀啦，冇人叫你讀，你係嚟做工人噶嘛。咁嚟到嘅時候，咁就同你講啲説話。咁你聽上嚟，你諗下，如果將你放咗去從來未學過英文嘅，你去聽英文，或者聽俄文啊，你想象下，將你放咗喺俄國，咁你人聽到啲人邊度講啦講啦講啦，我唔識俄文啊，哇幾啲噶？你幾耐可以摸得到佢講乜嘢呢？我相信真係。好耐你都摸唔到，可能你記得有啲字啊，食飯啊，有啲簡單嘅字會記得，但係一個複雜嘅句子構造，我相信你學聽幾耐都好難學到啊，真係非常難學到嘅。但係神俾佢聰明智慧去到呢個埃及嘅，居然好快學到。學到有時親近神，以致耶和華祝福佢，後嚟成為咗宰相，經歷好多困難，中間係好多困難，
但佢依然依靠神。即係呢個我哋由約瑟可以學到啊！如果大家經歷過傷害嘅話，我哋睇下約瑟有冇被傷害咧？係多次被傷害，佢幫咗人，嗰啲人又記得咗佢。但係最後嘅時候，佢呢個哥好驚，佢就同佢講：佢話你哋嘅意思害我，但係神嘅意思係好嘅。咁我想澄清嘅點就係，唔係神令到佢呢個哥出賣佢啊，係佢啲哥嘅罪，即係罪唔係來自神嘅，唔係神嘅靈嘅感動嗰啲哥咧出賣佢，係神知道佢哋會出賣約瑟，然後神會使用呢件事情嚟成就佢嘅計劃。正如猶大唔係神感動佢出賣耶穌嘅，係佢自己出於罪，但係神會使用佢所做嘅事成就神嘅計劃。神係好奇妙嘅，佢喺義人同埋惡人中間，佢知道人所做嘅事，佢會使用人所做嘅事成就佢嘅計劃。呢個係好奇妙，所以我哋越諗嘅時候咧，就啊神你真係好啊，即係就會好相信神啊。例如我有個例子，大家諗下，你信主嗰時有幾多個人幫過你咧？真係好多個。信主之後亦都有好多人幫過我哋。呢啲人都係神會感動佢哋喺個適當嘅時候、適當嘅機會同我哋講説話，以致我哋得救。當我哋諗嘅時候，神真係用好多個人感動好多人嚟成就佢嘅計劃。我哋都喺生命裏面遇到好多不同嘅事情，喺呢不同嘅事情嘅時候，神就使用，即係我哋去祝福人咧，人又使用別人祝福我哋，即係其實神嗰種掌管咧，即係有時我哋摸唔透，我都好想明白嘅，神點喺我哋生命裏動工咧，感動我哋啦。譬如有啲人好明顯有一種侍奉神嘅心，佢自己會生出嚟就神感動佢嘅，係一樣好奇妙嘅事。神就會喺約瑟嘅周圍呢啲所有嘅事情，包括喺法老王嘅面前。神就感動佢，神都俾個夢佢。大家上網睇 YouTube， 你見到好多回教徒咧發夢見到耶穌啊。有啲問呢、這個邊個係真神啊？佢問呢個神，佢就好禱告神啊，你俾我知道邊個係真神。結果咧，佢哋發夢咧就見到耶穌。咁啊，然後咧佢哋就信咗耶穌。你會睇網上見到好多回教徒係因為喺夢中嘅經歷，即係神會喺人嘅夢中做嘢。神喺呢、這個。約瑟嘅夢喺個埃及法老王嘅夢裏面咧去做工嘅，神真係一個好奇妙嘅神。所以既然係咁時候，人係害唔到我哋嘅。佢哋哥想害佢，但害唔到嘅。我哋咧係有神嘅保護啊。唯一害到我哋嘅結果咧係我哋自己嘅啫。我哋自己唔聽神嘅話，容許魔鬼喺我哋生命中，容許佢俾佢留地步，咁咧魔鬼就會破壞神嘅計劃。但如果我哋行神嘅路，我哋遵從神咧，任做咩嘢事都破壞唔到嘅。只要我哋有信心親近神咧，係冇嘢破壞到。咁又跟住佢就講到啦，神嘅意思係好嘅，要保存許多人嘅性命，就係使用約瑟能夠成就神偉大嘅事。所以我哋當中，我哋有啲被人傷害嘅，唔好睇到好似世界末日，唔好睇到神唔理我哋，唔好睇到咧好似哇神用咩方法咧？點解神會咁唔公平呢？其實咧，神一定係有私恩嘅，神永遠係私恩，神永遠唔會令我哋即係破壞喺我哋生命中嘅計劃。咁神俾我一個意念啊，去到天堂咧，神需要有一日對你話對唔住啊，啊而家周圍啲惡人太惡啦，所以咧搞到你咧就哇咩都唔明，我嘅計劃又成功唔到，唉對唔住，都係我唔好啦嚇，個個都計劃成功係你一個計劃唔成功，對唔住對唔住，神需唔需要咁同我哋講咧？佢唔需要啊！佢會話俾我哋睇，你睇下我喺你身上做幾多工作，不過我睇唔到。我越睇咧就越感恩，我成日都去睇，我成日都去諗。我越諗咧，我就越覺得神好奇妙。我就係諗我自己得救嘅過程，我神點樣幫我經歷聖靈充滿，神點樣用不同嘅機會俾我祝福不同嘅群體，我已經覺得神好奇妙嘅計劃嘅。所以我好信神嘅計劃，我亦都好睇到人係破壞唔到嘅，所以我一啲都唔怕人，但我又祝福人嘅喎。我同時佢傷害我，同時祝福佢嘅，咁呢個係一個德性啊，就唔好鼓起拋棄。如果我發覺我哋心中有鼓起拋棄咧，就係唔係處理好啦，即係冇處理到啦。成就今日嘅光景，即係神今日俾我哋光景係禮物。我哋乜嘢其實有嘅，你諗下你所有嘅。如果一下子失去，係咪會好痛苦啊？但係神俾我哋好多嘢，有嗰時我哋唔識得感謝神。我哋要感謝神，感謝神嘅時候咧，呢啲一切就會成就神嘅計劃嘅。咁啊，有一個例子嚇，神俾我例子。如果個傻佬同你講咧，你係傻佬啊、傻婆啊咁。咁我相信都
會唔開心一陣，但你唔會唔開心十日，你唔會一年之後仲喺度諗，唉，嗰個傻佬教過我，真係個心真係唔鋸啊！我相信大家唔會過一年仲喺度諗緊嘅，即係雖然大家都話呢個人傻，我唔使俾佢影響嘅，係佢嘅問題。咁我哋就話佢係傻佬啊，大家知佢傻噶啦。咁你見佢鬧完你又鬧第二個，咁知道佢傻啦，咁梗係唔好放在心上啦。但係我哋周圍好多人好正常喎，其實佢好似好正常，其實人人都有盡性情嘅。就算全個人牧師，我自己係牧師，我都有講錯嘢，我都有做錯嘢。所以有時牧師佢心急過頭，講啲嘢好激氣啦，你唔好放喺心上，你體諒佢。牧師好忙，好大壓力，所以佢掹咗一陣，唔使話哎呀死啦，牧師都掹噶嘛，真係我要離開教會，唔使咁諗嘅。即係牧師都會有掹嘅時刻，接受佢哋都係有罪嘅性情入面。當我哋咁睇嘅時候，唔係話咁牧師嘅即係冇用，唔係我哋尊重佢，但係亦都接受佢哋都會有罪嘅性情，就唔好睇到哇，好似咩咁大件事。誒，好多人離開教會點解？哎呀，嗰個人對我傷害啊，我真係接受唔到啊，我真係嬲死佢啊咁。嗱，好多人係咁啊，咁其實唔值得，因為佢嘅問題啊。咁其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人人都有罪性，唔係人人都係傻佬啊！你千祈唔好誤會我意思。我唔係話你嘅睇個個都係傻佬，而係個個人都有罪性，所以佢都會講錯説話。佢講錯説話唔使放在心上，去體諒嗰個人，喺佢激氣、喺佢掹緊、佢唔開心，或者佢背景佢有好多個問題，以致佢都會有講錯説話的時候，我哋就唔好咁放喺心上。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咁受影響啦。咁現在嘅傷害我哋可以放手，即係話嗱，譬如假設嚇，用個例子講。如果你今天來的時候遇到基督徒，那個基督徒很猛整，一見到你呢，他可能被人罵完，跟住見到你呢，他就有些怒氣，他是基督徒來的，不過他說他就來到見到你，所以基督徒都是這樣的，我那麼壞啊你們，即是被人罵了他，那有些人就說，他是基督徒罵我，我今天不去聚會了，我不去親神，神都對我不好，這個就是受了他的傷害。但我哋諗呢個人講呢句説話一定有佢原因嘅，咁我哋就唔放在心上，我哋反而咧係體諒佢、祝福佢。佢講呢句説話，其實佢只係留喺空氣幾秒鐘嘅，唔使得咁認真咧。認真就好大件事，唔認真睇佢咧，其實就可以過去嘅。我哋而家嘅傷可以放手，以前嘅可唔可以放手咧？其實都可以放手，但有時我哋就捉住某啲人曾經喺身上做嘅，一路唔原諒佢。原諒佢之後，我哋受傷害嗰係自己嘅。嗱，可以話呢個係一個好難、好難去處理嘅一樣嘢嚟嘅。我哋要同人講嘅負面説話劃清界線。咁我好多時會分析咁樣樣啊。嗱，我用一個手指做代表啊。呢個手指代表人講嘅説話，佢嘅意念，但佢同時帶有一個情緒喎。人嘅情緒嗱有。負面有正面，有或者冇乜特別情緒嘅時候都有嘅。啊，譬如負面嘅就話咩咁冇用㗎咁，呢句説話咧就帶有一個負面啦，快啲啦咁，咁咪負面嘅情緒。正面嘅情緒，哇見到你真係開心啦，係咪啊？即係説話係會帶有情緒嘅。咁亦都有時係冇乜特別情緒嘅，即係譬如個巴士佬上嚟啦咁，但係佢如果激氣啲啊，上嚟啦咁，咁係有情緒㗎，即係。咁如果佢即係普通上嚟啦，咁即係冇乜特別情緒嘅，即係有咁嘅情況。但係不過好多時咧，人嘅説話係帶有一個情緒。嗱，我想問你，如果一個人帶有情緒嘅時候，我哋佢嘅説話又跟住佢帶有情緒，我哋好多時會受落佢嘅説話多啲，又佢情緒多啲咧？情緒多啲。咁我哋就會俾佢嗰句説話嘅情緒傷害咗。但其實佢嘅情緒係一種罪嚟嘅，係咪？但呢個要分清佢係罪，所以我唔使俾佢傷害。呢樣嘢唔係個個人自動做到嘅，可以話冇人自動做到，係必然受過訓練處理生命、親近神得力先做得到嘅，係冇人天生做得到嘅。我自己都受過好多人嘅傷害。啊，我受人傷害嘅時候，我會點咧？我會將嗰件事處理嘅。一路處理的時候咧，即係話呢件事是他的問題。有我有做錯，我請他原諒我。但如果我有即係佢，我冇
做錯，或者我做錯不是那麼多，或者我已經道歉，但他依然去憤怒的時候，我就會分辨到這個是他的情緒問題。咁咧呢度嘅圖畫係咩咧？同佢劃清界線，即係佢話咩叫冇用㗎咁。係啊，對唔住，我嘅十一個鐘。咁咧就，我哋就冇咗啊。OK， 唔緊要啦。即係當一個人講説話嘅時候咧。當我們覺得很大件事，覺得自己的自尊很重要，他傷害我的自尊心，他踩低我，他真的很大罪，我不能夠接受到的時候，我們的心裡面就會有很大的傷害。但如果我們跟他的這句說話負面上劃清界線，我們不是跟這個人劃清界線，是跟他這句說話負面的情緒、負面的說話劃清界線，他傷害我是他的問題，我不需要你的傷害的。那的時候呢，我們的心就可以輕散，就可以不理他影響。但是呢，這件事是需要時間的。好啦，那這個一個呢就是他的情緒啦。那第二樣呢，其實這些我現在說的，我們如果你留意回去是很有用的。這個人說的說話，當這個人說說話啦，又我們收呢，又有我們收這個意念，同埋收我們自己的情緒，我們自己的情緒反應。好像例如說一下，有個人跟你說唔該，你執佢啲衫咁樣，譬如話，好簡單嘅説話。譬如你或者你食飯一齊同啲人一齊就唔該，你執碗咁啊。OK， 好啦。但呢個人咧，佢成日佢俾阿媽鬧得多，或者俾個老婆鬧得多，佢一聽到佢執衫咧，佢就好大反應嘅。或者任何一樣嘢，人哋講一樣嘢嘅時候，唔該你做快少少啦，即係完全純粹係一個指示性嘅啫。唔該你做快少少，佢即刻覺得。即刻覺得好嬲，可能大發脾氣喎。我曾經喺過關嘅時候咧，我就發現一樣喺廁所嗰度咧，就有個人孭住個背囊，好大個，咁啲人好窄啊，即係好逼啊。咁佢就行過咧，係咁樣，即係完全冇避人啦，明顯冇人咁過，咁啊撞到幾多人。有個人就話：你孭住個背囊，小心啲啊！但係呢個人咧，俾佢話完係好嬲，好嬲。猛咁鬧佢，鬧到邊度咧？鬧到佢過關嗰度，喺過關嗰度咧，佢跟實佢，佢唔放佢手，喺嗰度大鬧，即係好似想打交咁啊！嗰啲警察走嚟，即係見同佢講都講一大輪都講唔掂，因為佢唔憤氣，就因為佢話佢你嗰個背囊咁樣撞人，佢就好唔憤氣。即係話呢個人講嘅亦都帶有啲情緒，但係呢個受嘅人佢自己嘅情緒，佢覺得你咁話我。即是呢你是踩低我，你踩低我，我一定會打回來。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啲巴士上有啲事情，有個人同一個人講：，唔該你做乜啊？唔該你企開少少。哇！由車上車鬧到落車，係唔停得嘅。咁點解？因為佢裡面咧，佢種情緒嘅反應。咁嗱，我相信大家唔係到呢個程度啊。我相信大家都唔係喺街上好似潑婦罵街咁。但係咧，我哋有時咧，就會有時人哋講一句説話咧。譬如好簡單，有個人叫人做一樣嘢，佢叫咗第二個冇叫你。譬如你又識彈琴，佢又識彈琴，佢又叫佢你彈得，哇！你個心，點解佢明知我識彈琴，點解唔叫我咧？係咪真係唔中意我彈咧？係咪我彈得唔好咧？係咪佢有啲特有啲嘢睇唔起我咧？係咪真係咧？我呢度咧做嚟做去咩都係冇用嘅咧？係咪咧？即係其實個牧師啊，個個都唔中意我啦，個個同工都唔中意我，即係可能流出好多嘢出嚟。呢個係我哋自己嘅情緒反應啦。譬如侍奉嘅人有時會咁講。哇！點解啲教友好似冇乜反應咧？因為佢哋唔中意我咧。呢個係我哋自己產生出嚟，即係話人講嘅説話，我哋可能咧就將佢孭得好大嘅。咁呢樣嘢咧係需要我哋學習去敏感先能夠處理到嘅。咁我用一個例子啊，曾經我試過喺我自己以前嘅教堂。咁我哋嗰度係用人嘅地方，只一間房嘅啫。咁我哋自己擺一啲樂器喺前面咁啦。咁就有一張凳放喺度，咁我就。跟他們說，我說呢，下一次張凳就不要放在前面，那樣很簡單，就是不要放在前面。那有一個學生立刻說，不是我放的，立刻很快，不是我放的。那我一聽這句話，我已知道，知道什麼呢？因為他媽媽經常都說他，做錯就是你做錯的。所以當我一說呢，誰不要放張凳，我沒有說誰放，我是不要放張凳在那裡。下一次冇擺凳喺度，即係只係著重下一次，我根本就拎開佢㗎。不過你哋大家記住咁樣，但係佢
即刻覺得我係話佢啊。其實咁多求我點解話佢咧？我點知係邊個咧咁？但係呢個就係佢裡面有一種潛意識，覺得人哋會話佢咧，就會受傷害。其實我哋裡面咧係有好多好多以往我哋屋企人、朋友、周圍嘅人，甚至教會嘅弟兄姊妹講過嘅説話，傷害過我哋咧。在我們心裏面始終有些什麼事情發生，我們就會有很強烈的反應，很容易會有一些憤怒、不開心。當我們有這些事情反應的時候，人會不會很開心、喜樂、輕鬆呢？是不會的。我就是經過那次的經歷之後，我就有親什麼事我都處理，有親什麼人對我有負面的，我都盡量去正面。即有些人在網上攻擊我所放的影片的，即我講關於聖靈的工作，他們攻擊，但是呢我一樣我講什麼說話，親愛的媽媽咁樣覆佢話祝福你咁樣講，我寫出說話，他講說話是很有時是羞辱性的，但我依然是祝福的。為什麼呢？我是決意他犯罪我沒有跟他犯罪，他講不好說話我沒有跟著他講不好說話，他有問題就講咗，我跟住佢嘛。呢個係我嘅決意，同埋咧唔俾佢，唔好俾佢壓住我啊！嗱，好似例如一個例子，我去四圍都係去幫助人經歷聖靈充滿。咁有好多人對於聖靈充滿係好誤解嘅，以致咧就會有啲唔好嘅説話。咁其實我係祝福，但係有時佢哋會有啲反應咧係唔係咁好嘅。咁亦都係佢哋唔識得處理，因為點解咧？他們當他們處理的時候跟我講的時候，他會有時帶有一種情緒的，這個就是他不懂得處理的東西。但是呢我接受他，他可能不懂處理，不要緊的，我都有耐性聽他講，耐性去回應他，即是時時能夠去關心到人的感受，能夠不被人影響，又輕輕鬆鬆跟著又祝福人，這件事呢我可以告訴大家知是需要時間。但如果我們深信我們沒有無謂人講什麼事做什麼事傷害不到我們，我們是可以真的跟那些負面的說話劃清界線。我想告訴大家，今天我所說的你要放在心裡面，你不會一天做到的。我現在都會繼續去處理的，即我都不是100%即刻做到的，我是想盡快處理。但我發覺這件事罪呢，我發覺是一秒或幾秒鐘可以即刻拒絕，是容易一點的，有罪的意念。但有些人來說都覺得很難，罪的意念是即是比較人的說話的影響，我可以告訴大家是難一點的。譬如有人對你說不好說話，你如果能夠幾秒鐘即刻處理，你是很厲害的，即是下次的人生是很厲害的。罪的意念即是有樣很想犯一個罪，忽然間心裡面神提醒我們，跟著說好了我不犯了，不是很難的，因為你自己決意不做一樣東西。但是當人傷害我的時候，因為我們的自我受傷害，是很難能夠在很短時間處理，但是我們盡快處理，不要過幾年才處理到。這個就是我們得勝的其中一樣，輕鬆得勝，就是說其實人都是很多痛苦、很多麻煩，如果我們被它影響，我們自然很難有力量的。人的負面的聲音只是留在空氣幾秒鐘，但是我可以容許它留在我們生命中，即有些人留幾秒鐘，有些人留幾個鐘頭、幾日、幾個月、幾年或者幾十年，到死的都不記，都不能夠忘記的。但是求主幫我們，即知覺其實這句說話，但有時有些人講說話，我們經常覺得他哇，他真的用這特登用這句說話刺我的、傷我的，我們就看得很嚴重。但其實很多人講一些負面說話是隨口講，講完都不記得了，所以不要看得那麼認真，不要看得認真，不要緊的，我被人傷害沒所謂的，這樣看就不會那麼上心的。但我們能不能真的說我被人傷害都不要緊的，行不行？可不可以一起宣告奉耶穌名我宣告一起說，我被人傷害都不要緊的，人講負面的說話不是很重要的，可以放手的，這個是他的問題，可以祝福他，可以不被他影響，可以仍然有喜樂，仍然輕鬆的，而且是輕鬆得勝，輕輕鬆鬆得勝。哈利路亞，因為有耶穌。這個管理情緒的 ABC 呢，其實聖經有的，那聖經就換理肉觀念，是有一個心理學家
佢所寫出嚟好簡單嘅啫。A 咧就係困難嘅事情 ，B 咧就係個信念 ，C 咧就係我哋情緒嘅反應。可能大家認識過一啲人，有一件事好小事發生，有個人同佢講句唔該你咁樣啦，哇！佢可以即刻自己啊唔翻工，即刻或者甚至攞支槍打死人都有嘅。即係有啲人咧翻工嗰度翻去咧就攞支槍翻嚟殺死佢啲上司啊，佢周圍嘅人啊，即係就係因為一句説話，佢嘅心裏面覺得呢句説話，哇！你踩低我係好嚴重，我一定要報復嘅，就係佢信念。人哋傷害我説話係好緊要、好緊要嘅，我一定要報復。呢、這個信念咧就令到佢必定報復。但係如果人嘅信念就話佢講嘅説話係佢嘅問題，我唔使放在心上啦，我哋就可以唔受佢影響嘅。同樣兩個人病，一個人話死啦病啦，哎呀慘啦好慘啦，哎呀唔知係咪有癌症添啊死啦，哎呀我第日咧好淒涼噶啦。咁樣諗嘅時候咧，佢就會即雖然可能不是癌症，他次次都說、哎、死了不知道是否有癌症，他嫌醫生說沒有，那他說是不是、啊、真的肯定沒有癌症、啊、為什麼由這裡又不說，一定有問醫生這裡是不是癌症、啊、或者自己經常去想、啊、這個就是他心裡面的信念、啊、覺得哇不幸的事在我身上發生是很嚴重的，那麼一有什麼不幸的事就看得很緊要、啊、其實人都會可以這樣即是給一些信念、啊、但如果我們說不要緊我死了上天堂，咁啊，神又照顧我嘅，神又會俾我咁輕易死嘅。我病就病又依靠神咯。如果好翻，我又可以繼續健康；如果唔好翻，我都一樣喺病嗰時都可以榮耀神嘅。咁樣睇咧，冇乜所謂嘅。即係我嘅生命係唔係咁巴閉嘅，唔好睇到咁巴閉。但係我哋好寶貴喎，我哋可以發揮生命。但係有咩事發生，其實人都係一樣有生老病死嘅。咁樣睇嘅時候咧，反而神又會祝福你嘅喎。反而我們不會受影響，這個 ABC 就是信念，用聖經的信念，不要緊的，我若死就死了，他必輕過我的衰微，不要緊的，我衰微不要緊的，但是神都會叫我們輕起的。好了，譬如有人說你真的激死人了，那左邊呢中式那裡就是負面的信念，就覺得自己哎呀沒價值啊，真的、哎、我經常都做不到事，所以又被人激死人了。咁咧，同埋咧，信人嘅説話有權威嘅，即係佢講激死人咧，呢句説話好有權威。咁結果係點咧？就會俾人傷害啦，就會對生命放棄。有時有啲人俾人鬧完咧，跳樓都有嘅喎，就因為佢接受唔到啊。但係正面就話，我相信自己好寶貴。佢話我激死佢都好啦，我都係寶貴嘅。就算有時我會激人，又接受自己，有時會激到人喎。人又會激到我，我又激到佢，都唔緊要嘅。我係人嚟，我可以改嘅。即係唔好睇咧，一件事做錯咁嚴重啊！呢樣好緊要，自己做錯咧唔係好緊要啊！我哋宣告記得呢句説話，奉耶穌名宣告。奉耶穌名宣告。就算我做錯嘢唔係咁嚴重㗎。就算我做錯嘢。只要我悔改，求耶穌赦免，跟住我改過，就冇問題啦，唔使孭住呢個重擔嘅。人哋做錯又唔係咁嚴重㗎，我哋又原諒佢，又祝福佢，又唔使俾佢傷害。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就相信呢人會傷害我們的，不用那麼認真的，他會傷害我是事實的，這樣的時候呢我們就不容易被傷害，也都能夠自己改善，既然做得不好就改善，知道原來我們的信念是可以改變我們的反應的。但事實上很多人的信念是很歪曲的，那些信念是什麼呢？唉，沒人對我好呢，我真係冇用㗎啦，我真係冇前途㗎啦，但都冇人鍾意我，真係哎呀活在世界上我係多餘㗎。即係有好多人基督徒都有啲信念喎，大家反省下，可能自己都有啲咁嘅感覺喎，即係唉我都係冇人鍾意嘅，都係做唔到咩出嚟㗎啦。咁有時我哋會有呢啲咁樣嘅信念，呢啲係不健康嘅信念。我成日都堅持話神係睇出我嘅，雖然我會做錯，但神呢度睇出我，祝福我，赦免我，跟住俾我機會嘅，亦都每一個人都一樣嘅。我時時都咁相信，希望大家咧能夠都係咁嘅樣，唔好俾人嘅説話所影響啊。咁呢個德性五部曲咧，就第一就係由嗰黃色嘅字，就係我哋記住嗰個黃色嘅字啊。第一就係咩咧？敏感俾人影響嘅地方啦，敏感度。第二咧就是、深信佢嘅破壞性。一陣我會問翻你㗎呢個
呢五點啊。第三咧，用聖經處理；又第四咧，親近神得力；又第五咧，就選擇好俾人影響啦。記唔記得啊？第一就係、是、敏感到個問題啦。第二咧，知道佢有破壞性，一齊講破壞性。破壞性。第三用聖經處理。聖經處理。第四係親近神。親近。第五咧係選擇。好啦，我一齊講喎，我會跳咗去喎。好，大家講啊，記唔記得？第一咩啊？敏感，即係敏感到嗰個問題，唔係好敏感，即刻好敏感嗰種敏感，係敏感到個問題。跟住咧，知道有破壞性。第三咧，用聖經處理。第四，親近神。親近神得力。第五，選擇。選擇去唔俾佢影響啦，選擇去祝福佢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有遇到咩困難。嗱，有時人傷害，另外同人相處有時係責任喎。要照顧某一個屋企人好辛苦，其實即係人與人之間啊，呢啲嘅責任有時令到有啲人好攰，好得。但係當我哋睇佢，即係點樣睇法咧？有時咧，哎呀，真係好難阻住我做嘅嘢，我做唔到，因為我要照顧佢，啊，好難搞啊！照顧極都唔做得好，幫極都幫唔到。嗱，咁咧就個信念就覺得咧，幫唔到咧就好嚴重。其實我哋人幫到。幾多咧？係即係有個限制嘛，係咪啊？譬如我哋屋企人有病，咁你幫極佢，佢都係有病㗎啦。有啲即係有啲長期病啊，幫極佢都有病。咁如果我哋成日都哎呀，我幫唔到佢，咁我哋咪唔開心咯。但係如果我哋又用呢個得勝五步曲啦，深信啊，我而家俾佢敏感到啦，我俾佢破，即係因為我幫唔到佢，於是我唔開心。跟住點啊？因為我唔開心有破壞性啦，由信聖經處理就話。我盡力去幫，幫到幾多少幫幾多少，佢改唔到我都唔控制到。譬如有個仔女唔聽話，或者有個教友唔聽話，你幫極佢都唔聽話。咁但係我哋有時好猛震喎，哎呀點解個仔唔聽話啊，老公唔聽話啊，邊個唔聽話，我哋就好唔開心啦。咁咧呢個用聖經處理就係咩咧？有啲人係好難幫嘅喎，係咪啊？我哋未必幫到喎，咁我哋成日都話，哎呀幫唔到我唔開心啊，咁咪成日都唔開心咯。但係我做到幾多神就歡喜啦，嗱呢個正面喎。我做到幾多神歡喜嘅，我盡力去做就 OK 啦，我放鬆去做更加好。如果唔放鬆咧，就好重擔，就更加幫唔到嘅。當用聖經處理，跟住親近神得力，跟住咧我哋選擇繼續幫佢，唔好埋怨。但我知道好難嘅，係好難，即係要幫一個人，但係嗰人唔容易幫，或者佢病得好嚴重。咁有時我要接受啊，有啲人佢係病得好嚴重，佢係。人是會離世的，我們接受有些人是會離世的，不是一定幫到他 不死的，不是一定個個一樣的，我們接受這件事不要緊的，我們去到天堂就可以了，即是離世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的，那我們就不會背得那麼重了，而幫他的時候一邊幫他，雖然人有感覺即是會有不開心有重擔，但我們盡量親近神能夠輕鬆，而不在幫的過程一路痛苦，即是說任何的事情我們都可以靠著耶穌去得勝的，即是去處理，用這個得勝武功是所有的問題和罪都可以處理的，其實是神的處理方法來的。這個詩篇23篇第4節就講到，雖然行過死入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就是有困難壓住的困難都不用怕，因為神與我同在，即是無論是人或者是環境，有一天譬如冇曬錢啊！有啲人就好驚話死啦！我損失咗好多錢啊！咁咧或者好憤唔憤氣啊！咁但係咧，其實神咧，佢一定有佢嘅方法。只要我哋聽神嘅話咧，神一定就出來。我自己都試過啲錢係應該冇曬嘅，但係神又為我開復，嗰啲錢又嚟翻。所以即係亦都喺冇工作，神又為我預備工作，神又為我預備出路。即係神都會幫大家嘅，一定會祝福大家嘅。沙田有個望夫石。呢、这個望夫石傳說係假嘅，即係大家知啦。你去到嗰石真係好高好高，唔係一個女人嘅身材嘅。咁、那個故事咧就係、是、呢、这個太太就等個丈夫翻嚟孭住個仔啊，孭到咧個丈夫又翻嚟孭一個化石，一個石頭喺度啦。咁我哋唔好等到嗰啲事情順利先至開心啊！如果唔係，我哋就變咗望夫石噶啦。即係你等，你話誒、哎，我等到。誰改好我才開心，你可能永遠等不到這日子的，我們盡力去做可能會改變，但改不改變是這個人的回應，我們不能夠肯定某一個人一定會改變的。
我哋唔使要等到佢改變我哋先開心。我哋開心係就算周圍環境全部都唔順利，我哋都可以充滿平安同埋喜樂嘅，有力量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嗱，我今日所講嘅咧，可以話咧，其實我都俾咗大家啲實際嘅行動。咁亦都有啲人話俾我聽，佢真係處理，真係又處理到喎。即係真係學習唔俾人影響，但可以告訴大家，這個是需要操練的，跟我們去祈禱一樣是需要操練的。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些情況，有沒有一些情況你遇到很困難的情況，你可以說出來，我可以回應一下，有沒有想到一些情況你覺得很難處理的，影響你很重要一個人或者一些環境的情況，有沒有想到一些情況？有啊，啊，唔係我哋傷害人，人哋傷害我，我哋傷害人都係要，我哋都係要處理，我哋都要。人哋傷害我啊？係。咁咧，嗰個男人咧就係即係住客嚟嘅，佢係即係我都係住客，佢又住客啦。咁咧佢又鬧我，話耶穌婆食屎啦咁樣。係。咁你就俾佢影響啦，係咪？佢，唉，同埋佢咳咧，自己咳啊，唔舒服啊，又專登向住我咳喎，係咁咳喎，鬧話佢咧，等佢向住我咳，佢專登去向住我咳，鬧咗佢又咁喎，唉，我幾乎我真係粗口都差唔多講出嚟，好興咯，好嬲咯，即係咁嘅人都有嘅，真係唔啱噶嘛，佢咁樣，係就係有咯。就係咁嘅人，真係好嬲。真係有，係呢個世界上就係真係有人特登，因為知道你信耶穌，特登蝦你。第一，第二，有啲人見到人好蝦，係好中意蝦人嘅。嗯，呢個係事實。嗯，所以有人會蝦佢咧，唔好當係新聞啊。呢個唔係新聞，呢個係舊聞。自從人類有咗之後咧，就會有啲事情嘅。個問題就係嗱，有幾種情況嘅。嗱，呢個我哋啦，呢個人哋啦，對唔住啊，呢個我哋，呢個人哋。第一種情況，佢鬧句説話，跟住我哋被打到，打到之後咧，然後揾弟兄姊妹幫手，又揾人祈禱，唉，難啊！一人起翻啲，一人起翻啲。嗱，呢一種情況咧。就是很多人都有咁嘅情況嘅，就是因為很不開心啦，受落佢嘅傷害，咁啊打到咗，跟住慢慢起翻身。可以話俾大家知啦，如果每一次有人講真句説話，跟住你俾佢打到又起翻咧，咁樣做人係好淒涼，係咪啊？我哋中間俾人傷害嘅次數多唔多啊？有冇起碼十次啊？有，有啦，五十次有冇啊？都有啦，係咪？可能幾百次都有。咁如果我哋幾萬次都係咁掂，咁啊跌咗落去，跟住就喺度好淒涼，咪上唔翻嚟啦。咁我正先所講嘅方法係咩咧？當佢咁傷害，的而且確佢係特登傷害你，佢係有罪嘅。佢又年紀又老咯喎。如果即係我身邊話老唔係大曬啊。OK， 好啦，佢傷害我哋。咁如果我哋當正嗱，你咧係受落曬講嘅嘢。你係點咧？佢一打埋嚟，你就揾個頭，即係打拳啦。即係佢鬧你，你就受曬；你鬧我，我就嬲你，我就鬧翻你。嗱，呢個就係收曬佢嗰啲傷害。咁我所講輕鬆得勝咧，就有啲似太極拳啊。太極拳咧，四兩射千斤，你幾大都好，幾大射開咁。即係佢鬧我，我係咪一定要上心咧？佢鬧我係佢嘅問題嚟噶嘛，即係佢係有問題嘅。嗱，我就唔係叫你個個人話傻佬啊，但係佢真係有唔正常嘅部分啊。佢傷害我係佢問題，但係你千祈唔好心裏面就佢傻佬，即係用傻佬嘅比喻，即係話傻佬鬧我，我哋唔上心。咁呢個人鬧我哋都唔使上心，就係唔好點樣咧？係有兩種嘅，一種咧打落去有排都起唔到，第二種咧都叻啊，一打就彈翻起嚟嗰啲人，即係不倒翁咁樣咧。有些人是這樣的，每天打一打，又跟著讚美神禮拜，都好啊。但是我想大家做的是什麼呢？他一打
你避一避，避一避，佢打佢打唔到你，點解打唔到你咧？佢鬧你，你唔受落，唔打唔到你咯。佢鬧你好蠢好蠢，嗱，你個傻佬鬧你好蠢啊，你好蠢啊！你可以望住佢，但係你嘅心裏相信我哋唔係好蠢嘅，神好愛我哋喎，我係好寶貴喎。咁佢鬧乜嘢？咁你咪由佢鬧咯。但係你雖然佢由得佢鬧，但係個聲音入我哋嘅耳仔，但係嗰個意念冇入我哋嘅耳仔，即係佢鬧就由佢鬧，佢鬧由得佢過去。呢個就係正先我所講嘅，即係話唔好跌低再起翻啊，係直情唔好俾佢打低，係因為知道佢有罪，佢有問題。但個心唔好咒佢，係祝福佢。咁你話哇，咁我話好蝕底，其實唔蝕底嘅，神會祝福你嘅。神會俾。忍唔住咧，我係鬧翻佢先。係啦，嗱點解你忍唔住咧？因為你受落咗先啊！你受落咗先，你咪忍唔住咯。你受落咧，我話俾你聽啊，如果我受落，我都忍唔住噶。如果佢鬧我蠢，譬如佢話我你係蠢牧師，你呃人嘅呃錢嘅咁，第一我又唔係呃錢啦，係咪？咁如果我受落，咁我就成晚翻咗，哎呀死啦！我呃錢，或者啲人唔中意我咁啊，哎呀我失敗，咁我就好慘。我要決意唔好俾人哋打低咗先起翻上身，而係我要深信佢講嘅説話係唔係真理嚟嘅。我唔使受，我要受真理，我唔好受假嘅説話，呢啲虛謊嘅説話、魔鬼嘅説話，就唔好打低。直情咧就即係佢講嘅。是他的说话就嗱，我用个比喻，曾经用个比喻，大家都可以记住噶。如果有人揾个桶，攞住一桶大便淋向你身上，你会唔会嚟啦？你哇欢迎啊！你真系唔会跟住避开。OK， 嗰啲说话就好似大便，点解要受落呢？佢淋过嚟，你唔使受落嘅。受落，如果受落啲，你快啲去冲凉啦。梗系你大便攞身，梗系冲凉啦，唔会喺度。看看是不是很臭先？再聞下，回家又真是壞了，這樣整個樓梯給我，又回去又聞又罵他，這些就是很多人做的，又聞又罵，整天 反覆思想，反覆思想幾十年，就是很淒涼咯，是很淒涼的。所以我們這些說話千萬不要反覆思想，這些是魔鬼說話。我用一個極端例子，魔鬼罵你，譬如真的魔鬼出現罵你，你想唔想反覆思想魔鬼嘅説話？唔需要嘅，魔鬼説話我哋奉耶穌名拒絕佢，即係呢啲説話拒絕佢，奉耶穌名，唔好俾佢傷害。但係我話俾你聽，你俾佢鬧完，唔多唔少我哋都有啲傷害。不過問題係你俾唔俾佢入喺個心啊？你一路宣告神咧愛我嘅，佢傷害唔到我嘅，奉耶穌名，我係祝係神祝福我嘅，我係輕省嘅。咁一路宣告嘅時候咧，係可以圓送，一路讚美神咧，就會圓送嘅。咁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就先我講過嗰啲比喻，希望大家記得，唔好做打低咗起翻嚟，又唔好做得到翁咁樣樣嘅，係一打嗰時四兩射千斤，俾佢去咗，唔好受落嗰句説話。好，咁我哋時間關係咧，我哋就唔能夠再回應，但係如果有嘅話咧，你可以打俾我，都顯示呢個電話，大家可以問我，我可以幫助大家嘅。求主幫助大家能夠得勝有餘，我可以話俾大家知。能夠真係得勝咧，係需要用一啲功夫，多親近神先能夠做得到嘅。喺呢一陣咧，其實我哋每一次都會有一啲嘅聖靈嘅操練，幫助大家能夠咧係去處理。咁我哋今日咧試下做咩咧？就係自己同自己做一啲心靈嘅釋放。咁點樣做法咧？我哋喺禱告之中咧，我哋將我哋一個情況帶到耶穌嗰度，即係可能個人罵我哋，然後咧，我哋喺呢個情況裏面，我哋知道自己曾經有個反應，但我哋就諗到呢個人咧，其實佢嘅罪係佢嘅問題，我哋亦都咧深信耶穌喺呢陣係真係同佢一齊嘅，你就將你嘅痛苦講俾耶穌聽，耶穌我嘅痛苦，耶穌係知道嘅，咁同埋咧。你又深信耶穌其實喺度愛住你嘅，即係你有個圖畫啦。點樣咧？講呢個你啦，耶穌喺度愛住你，佢祝福你。喂，耶穌愛住我，點解俾人咁鬧我咧？鬧你都係人，但係神咧會祝福你。你聽耶穌話咧，譬如我其實我都俾人傷害過好多，但係我俾人傷害咧，令到我今日唔俾人傷害到，即係冇咁容易俾人傷害。
我就會很快處理，所以這個過程其實對我有幫助的。那你就深信其實這些傷是可以人做出來，而不是神做在你身上，但神呢是可以幫助你深信你是很寶貴的。我們一起起身，一起禱告，去用聖經的教導來處理我們裡面的一些不開心的地方，我們曾經傷害的地方，我們去將這些事情帶到神面前去禱告。可能一些我們曾經受傷害或者我們傷害過人的地方，我們呢將它在禱告之中帶到神面前。你又向耶穌去傾訴，主啊，我在這件事上呢我是真的受傷害，這些傷害都入了我心裡面。你向耶穌去宣告，這陣你向耶穌宣告的主耶穌啊，因為說的說話入了我心裡面，我心裡面是受傷害的，求你醫治我，我需要你醫治我，我需要耶穌，我需要耶穌去幫我。這個的問題我心中是有個很大的壓力，求耶穌幫助我釋放我，叫我深信耶穌很愛我，耶穌是很愛我的。這些人所說的說話，雖然他們真的因為罪的緣故傷害我，但耶穌其實是知道的。你一直跟耶穌對話，耶穌其實是知道的，你知道那些人傷害我，你的心是定義祝福我的。主耶穌，你就接受耶穌的祝福，耶穌我接受你，你是祝福我的。這個人傷害我，但是神你祝福我，我是很寶貴的，我是很寶貴的。耶穌你是真的接納我，醫治我，安慰我。請你忍受我的痛，Thank you.